你好，我杨杰西，我现在10点晚上，礼拜哟，我的中文，我就在台湾10年，我自己读中文，有朋友帮我，我学不分不合，但是我的中文是太不好。2月4号。这里，我到台湾10年前，所以今天是10年。我想，我需要开我自己的中文的 YouTube 的，I don't know how do you say YouTube channel 中文怎么讲？YouTube channel。所以这是第一的影片。我解析，我就在台湾十年，所以我想。我是美国台湾人，加油！